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 Monkey。接下来呢，开始进行我们系列课程第二课的讲解。旧版 UI 组件之 GUI Texture。本节课程的要点有如下两点：第一点，GUI Texture 组件；第二点，鼠标事件。在开始课程的正式讲解之前呢，我们首先先来准备一下本节课程使用到的项目工程。在这儿呢，我首先创建一个叫做“零二”的文件夹。 将上一课的项目完整的拷贝过来一份儿，进行粘贴。双击打开 U3D，点击 Open，将第二课的项目呢选中载入进来。OK，我们的项目呢已经打开了，那么这里呢最小化，回到我们的文档中来，正式开始讲解。 首先呢是第一点，叫做 GUI Texture 组件。首先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简介。GUI Texture 这个组件呢，它主要用于图片的显示。哎，那么这一点呢，各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 GUI Texture。创建的步骤呢，和我们上节课讲解的 GUI Text 完全一样，非常的类似。同样呢，我们都需要首先新建一个空物体。 然后呢，给这个物体改一下名字。那么接下来呢，给这个空物体添加相应的 GUI Texture 组件。步骤呢如下：Component 下面的 Rendering 下边的 GUI Texture。添加完毕之后呢，这个游戏物体呢就可以用来负责显示图片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了一下操作步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实际的操作演示。 回到 U3D 中来，首先呢，我们右键创建一个空物体，Create Empty，改一下名字，叫做 Texture 就可以了。然后呢，给它添加 GUI Texture 组件，Component 下面的 Rendering 下边的 GUI Texture 点击就可以了。看一下，那么当前呢这个物体呢就多了这么一个新的组件，OK。 那么现在呢，这个物体呢就可以用于呢显示我们的图片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往下面来看第三点，GUI texture 的一个使用步骤。首先第一步，我们呢需要先将 GUI texture 它的一个 scale 缩放属性值呢全部设置为零点一的一个显示比例。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呢。 要先将这个物体它的 transform 下的 scale 缩放全部改成零点一。OK，这里呢已经修改完毕，保存一下当前的场景。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设置它的一个相关属性了。OK，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它的相关属性。GUI texture 组件的常用属性，首先第一个 texture 纹理设置要显示的图片。 哎，这个的话非常的关键，因为呢，这个组件呢是用于显示图片的，所以说它的第一个属性呢，就是呢要给它设置一张图片用于它的显示。那么当前呢，在我们的 Texture 下面呢还没有图片资源，没关系，我事先呢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图片，那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当前的新手进阶的一个课程介绍图。那么这里呢，我将它拖拽到我们的项目中来。 看一下，那么在我们的项目的 texture 下边就有了这么一张新的图片。OK，我们呢就用这张图片呢进行显示，选中 texture 它的组件，点击呢它后边的这个小圆点儿，弹出了这个纹理的选择窗口，点击这个 PIC 就可以了。看一下，在我们场景的这个左下角呢，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四分之一的这么一个大小了。OK，我们继续。 刚才呢设置完了这个 texture 属性呢，这个组件就可以显示图片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属性叫做 color 颜色，用于呢设置这个图片的一个颜色色调。默认状态下呢，这个 color 的属性是不会影响这个图片的显示效果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当前第二个属性一个 color 颜色，它呢当前是一个灰色的颜色。那么这个灰色。 它是不会影响图片的显示效果的。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可以修改成其他的颜色，各位呢会发现图片的色调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那么这个呢，待会儿我们再来操作。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解第三个属性，也是呢最关键的一个属性，叫做这个 Fixed Insert Inside 像素的一个设置。它呢就是设置我们这个图片的一个显示位置，以及呢它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它呢有四个值，看一下在这儿，像素的设置，x 和 y 这两个值呢用于设置这个图片呢在 x 轴以及呢 y 轴的一个位置，w 和 h 呢用于设置这个图片的宽度和高度。我们呢来设置一下，首先 x 往右是增，所以说呢这个数是正的。看一下，图片呢在移动，那么这里呢我快速的输入一下数值。 两百，200, 看到没？它往右边来了。同时呢，这个 Y 值往上走的，改成五十，改成一百，改成一百五，都是可以的。OK，这两个呢是用于设置它的位置。然后呢，W 和 H 设置它的一个宽度和高度。我们呢也来修改一下。首先呢，W 宽度改成两百，宽度呢明显的变宽了。高度呢改成一百。 OK，那么当前呢，这张图片呢就显示的非常的霸气了。虽然说有点模糊，有点变形，但是没关系。我们学这一套 UI 的目的呢，不是正儿八经的做 UI，只是我们后期测试一些功能的时候呢用到它。各位呢不要太较真儿。那么这里呢，我稍微的修改一下 x 和 y 的值，让它呢和文字居中一下，这样的话会稍微的好看一点儿。一百二，OK，就这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刚才呢设置了它的一个位置，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要点注意，这里的 GUI Texture 组件呢，同样也是呢只能在 Game 窗口中进行测试，Scene 面板呢同样也看不到它。我们呢来试一下，当前呢是在 Game 面板，回到 Scene 面板呢，选中它，同样也是一个空物体，没有任何的图片显示，对吧？它和我们的 Texture。 这个 GUI text 两个呢都是一样的，只能在 Game 面板进行测试和调试。回来我们继续。啊，其实到这儿呢，我们这个 GUI texture 呢已经讲完了。那么这里呢讲到最后，我们来改一下这里的 color。选中它，我将它的颜色呢改成红色。各位呢发现没？图片的色调是不是已经发生改变了呀？绿色。 蓝色，OK。那么这里的话，我就稍微的将它调回原来的位置。OK，之前呢是一个灰色，灰色它是不会影响之前的色调的。OK，我们呢就演示到这儿。那么同样呢，这个 G U i t e x t u r e 它的属性呢也不是很多，各位呢只需要掌握的也就这么三个属性吧。首先第一个，给它呢设置一张图片，它的这个组件显示哪张图片。第二个，Color。 设置它的色调，一般情况下呢是不会动的。第三个，设置它所在的一个位置，以及呢宽度和高度，掌握这些就可以了。剩下的四个不需要了解。OK，我们继续。那么第二点呢，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接下来呢，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呢是一个鼠标事件。首先来看一下简介。在我们之前的上一套课程中呢，我们讲解了这个 Input 类下边的鼠标输入。 注意啊，那个 input 下边的鼠标输入它是全局的，且只能获取鼠标的按键状态，这个左键、中键、右键的按下状态，通过这个 input 我们可以获取到。而今天要讲解的鼠标事件呢，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今天的鼠标事件呢，它是要挂载到我们某一个特定的游戏物体身上，且只有呢，当我们的鼠标操作该物体的时候。 对应的鼠标事件呢才会生效，这个是我们鼠标事件的一个简介。那么这里呢简单了解，我们待会儿呢进行测试说明。第二点，常用的这个事件方法，那么在这里呢有三个，叫做 on mouse enter、on mouse exit 和 on mouse down，分别对应我们鼠标的进入、鼠标的离开和鼠标的按下。其实呢，这个按下其实就是我们的单击操作。OK。 这里呢，我们来进行一下测试。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scripts 脚本下呢，这个文件夹下呢，我来创建一个子文件夹，叫做零二。零二呢，就是对应我们的第二课。OK，我来写一下脚本。右键创建一个 C# script，u b s cript, 改一下名字，叫做第一个嘛，叫做 texture。Bye。 白什么呢？Mouse，哎，可以了。那么将这个脚本呢拖拽到我们的这个 Texture 这个物体身上来。然后呢，双击打开我们的脚本，有点慢，各位呢可以稍微等一下。OK，已经打开了，啊、呃，还是慢。OK，看一下。 那么当前呢，我们的这个鼠标的三个方法呢，和我们之前讲解的 start update 是同级别的，也就是说呢，要写在这个位置。我们呢来进行一下书写，在书写之前，我首先要获取一下我们相应的组件。我们来看一下，当前呢这个脚本呢是挂载到了我们的这个 GUI texture 这个游戏物体身上的，也就是说呢，挂载到了它的身上。 我们呢要获取它的这个组件，首先在开始的位置呢，我先来定义一个变量，这个类型呢就是我们的 GUI texture，GUI texture GU。Te 然后呢，在我们的 start 的方法中呢，通过这个 game object 点 get component 获取到这个组件。 获取到之后呢，将这个组件的一个引用就存储到我们刚才声明的这个字段中来就可以了。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写这个相应方法了。这个 update 在我们的案例中呢用不到，我可以呢直接将它删掉。在这里呢，写我们鼠标的三个事件方法。第一个 void on mouse enter，鼠标进入。 第二个，void on mouse exit，鼠标离开。第三个，void on mouse down，鼠标的按下，也就是说呢，鼠标的一个单击或者说点击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三个事件中，我干个什么事儿呢？我修改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文字颜色。 呃，图片的颜色。那么首先呢，是鼠标进入的时候，我来改一下。通过这个 GUI Texture，我来找到它下边的一个 Color 这么一个属性，给它呢赋一个值。Color 呢当然是一个颜色的类型了。注意观察这里的 Color，它是一个 Struct，一个结构体，它下边呢有相应的颜色。这里呢，首先第一种情况呢，我给它赋成一个红色。 这个 color 呢？待会儿我再来说。也就是说呢，当鼠标进入这个图片区域的时候呢，我将这个图片的颜色改变成红色。鼠标离开的时候呢，怎么实现呢？同样的道理，鼠标离开了，我将它的这个图片的颜色改成绿色 green。当这个鼠标点击之后呢，我将这个图片的颜色。 变成蓝色，color 点 blue，OK，、okay, 非常简单的这么几句话。那么这里呢，我们来运行测试一下。当鼠标呢进入到图片的范围之内，看到没？鼠标进入了，它变成了红色。我离开，变成了绿色。我进入之后点击，变成了蓝色，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说明我们刚才的这三个事件方法的代码呢，已经成功了。我们的代码呢没有写错，逻辑呢非常正确。OK，三种颜色呢已经可以来回切换了。OK，这里呢先退出一下运行，回到我们的这个文档中来，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参数 color，它呢是一个结构体，里边呢有我们最常用的颜色。 通过这个结构体的名称呢，可以点出相应的颜色，比如说红色、绿色、蓝色等等等等。OK，后期呢我会教各位通过这个结构体呢构造自己的颜色，那个呢后话以后呢再说。现阶段呢，各位只需要通过这个类名点出来相应的颜色就可以了。OK，那么这个呢是用于修改了我们的这个 texture，修改了图片。那么接下来呢，我再来创建一个脚本。 叫做 text by mouse，将这个脚本呢拖拽到我们的 text 这个文字这个物体上来，双击打开这个脚本，打开了吗？没有，太慢了。再一次的双击，OK，已经打开了。 那么其实呢，这里的操作和我们刚才的操作呢非常的类似。那么在这儿呢，我就快速的写一下。首先呢，我也想实现鼠标进入这个文字的身上呢，改变文字的颜色，用于测试我的鼠标事件。那么在这儿呢，同样的也需要获取到我们这个文字的组件。首先声明一个变量，private gui text。 相应的这个变量 m 下划线 GUI text，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查找获取这个组件，Game Object get component GUI text，获取到之后呢，存储到我们的变量中来，或者说字段中来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写我们相应的这个三个事件。 on mouse enter，鼠标进入，a 这个位置调一下，void on mouse 那、e、个 exit，鼠标离开，往上呢移动一点，已经看不到了。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鼠标按下事件，void on mouse down。 OK，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只需要修改这个文字的颜色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组件下边的 color 这个属性，给它呢重新的改一下颜色。当我们鼠标进入到它的范围的时候，变成 color 点 red，改成红色。那么后边的这两个呢，我就直接复制，然后呢修改一下颜色值就可以了。鼠标离开的时候呢，改成这个 blue。 鼠标按下的时候呢，变成 green 绿色。OK，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写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运行测试。鼠标进入文字范围呢，变成了红色；按下变成了绿色；离开变回了蓝色。OK，和我们的代码呢是完全一样的，这么三种状态的切换。OK。 那么这个鼠标事件呢，就简单的为各位介绍到这儿。其实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旧版的 UI 系统呢，已经讲完了。通过这两节课的知识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些简单的 UI，来辅助我们后期课程的讲解和学习。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久违的这个 Unity API。那么在这里呢，我又对我们的这个文档呢，进行了一下扩充，在这儿看一下。 我们的脚本里边的多了一个鼠标事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鼠标进入、鼠标离开和鼠标按下。那么这些方法呢，它们的级别是一样的，看到没？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颜色，颜色呢是一个结构体，在这儿常用的值红、绿、蓝等等，各位呢可以点出来相应的颜色。OK，那么这些方法呢，各位好好的掌握。 同时呢，各位还可以对照一下我们之前讲解的那个 input 下边的鼠标输入，看一下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各位呢可以自己总结。OK，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本节课呢也就讲解完毕了。各位网友，我们下节课继续讲解。